哎，我说恩典哈，现在几年级？五年级。哦，我那时候在你们家的时候是你幼稚园吗？还是一年级、二年级？五岁了。哦，五岁哦，很久了呢。五岁，那就五年前了哈、哦。你现在几公斤？49。哦，49哦。都是谁做的菜？妈妈。妈妈。嗯。哦，你妈妈就学校的老那个厨师嘛。对。那你就一天吃几餐？三餐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你只有三餐吗？还是乘以二？对，加宵夜。哇，你吃那么好啊你？加宵夜点心。以前瘦瘦小小的眼睛大大呢，现在眼睛还是很大、啊，现在脸比较圆哦。有没有在打篮球？有。有没有厉害？还好。你说那个伯恩是骑谁的车？妈妈的。什么时候出车祸？礼拜日，上个礼拜日。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那有住院吗？还是在家里打石膏？有住院呢。你出院了吗？住院了。现在还在医院呢、啊。嗯。哪里？圣母医院。他在哪里摔？今天。你那飙车、哦？对吧？对啊，应该吧。妈妈不要给他骑车。他自己偷拿钥匙骑了。有。藏好，什么偷拿钥匙？叫警察抓他。哦。给他送去那个少年法庭。乱骑，等下很严重，以后就不能打球了呢，不能受伤呢。你坐那边，坐那边，你两个，你们两个同班吗？对啊。对啊。哦，你们两个有没有打过架？有啊。有。谁赢？那个。啊？是以前。平手。以前你揍他的，我赢是不？有什么？你们两个打架有什么绝招吗？就一拳。飞踢还是怎样？十字弓。你看我会转一下。旋转，然后扣他的头，然后他就摔倒了。哦。是谢立香分。是谢立香分。这片海为你也太多情，一起到天明。那个，以后要不要念大学？不会。要念大学，笨蛋。一定要念的。当然要念啊。那个爸爸妈妈都，那个你的那些，哎，你要叫什么姐姐哦？叶荣冠。伯恩的爸爸是你的哥哥嘛？嗯，对啊。对啊，他们都可以供你钱念书，你要念书啊，去念博士、啊，懂不懂？来念，国小毕业念什么？国中啊。国中毕业呢？高中啊，高中毕业，南京啊。高中毕业如果要念，要念什么？餐饮社。大什么？大一。大学。中华大学。台大。对，大学如果还要念书，要念什么？研什么？研究所。如果研究所硕士毕业要念，最后一个是要念什么？台大。博什么？国华。哎，国华是罗东。博士。博士，对哈。再复习一遍，从国小到博士念上来。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然后研究室、研究所，研究所、博士。哦，不对，那记得去念哈。嗯。那个19岁以前哈，到二十十九左右以前都可以长高哈，要几点以前睡觉？9点10点。对，9点10点以前睡觉，懂了。I'm just a corner for you, baby. Isn't gross and saying that in Judas, baby. I'm just a corner for you, baby. Isn't gross and saying that in Judas, baby.
baby. Till you let in Judas, baby. Till you let in Judas, baby. Oh, allowing Judas, Judas. Oh, allowing Judas, Judas.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Gaga. 19岁都还有发育，那要常打球，多喝牛奶，吃鸡蛋，吃肉，懂不懂？啊、哦，那你们两个摸鱼好不好？我不好，他不就好，还好。别动，别动，别动，叔叔在录影。我问哈，慧姐讲不会跳过哈。那个妈妈怎么讲？雅耀，对雅耀。爸爸。雅爸。阿公。阿公叫我。啊？优什么？阿爸叫阿布。优什么？有命。有大使不是吗？哎呦，有大使。你说你们是背后的两个零分哈、啊，阿妈。阿妈，阿妈是那个吴大使。哎、欸，有。啊，你都。你都叫阿嬤吴大使哦，你最好叫那个雷公，哎呀，雷公，雅什么？雅威，雅雅是妈妈。雅吉，你们是哪一个学哪一个国小？报一下，报一下。这边呢，比我国小。你们程度怎么那么差、啊？老师是陈正华，照一下，然后照一下。老师很认真教你们，都没有认真学哈。有，是母语，母语。然后母语26分，很强啊。母语26分很强哦。很强，26。你很敢讲呢。母语70分的相反词，7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你是超级梦，你妈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这个我手上这个机器叫什么？相机啊，录影机，讲一遍。录影机，还有一个录声音的叫录音机。录音机，手机，平板，这四个哈，你去学英文，学泰雅语，看我转过来看看，自己去录老人家。好。
部落的老人家，懂不懂？懂哈。好，等一下再玩。记得用手机，录影机、录音机、平板、手机去部落学母语哈。最强的母语老师是谁？陈喜，陈喜老师。没有，比他更强的是谁？对，不知道。很多。他的妈妈。对，那个叫什么？他的爸爸。那个叫做他的雅雅。他的比嘎雅雅。你在这边比嘎雅雅嘞？哎呀！部落的老人家那些雅基有带是最厉害的，懂不懂？他的雅基，还有他那个。哎，认真。对，认真。你在乱讲话，放到网络上，你们被骂，我不要管，我不管你们哦。哎呀，那我可以先走了。生长在这里，家就是兄弟，手上拿着台皮，就能直接到地。别人说不想变成命，在这里，我的是太阳系，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太阳的自信。散发这种热情，发动你的心情，就是要走的随性，丢了工作也不用着急，就是喜欢这种规律。喜欢大声说，我来自哪里？让我先干为敬，给我这杯牙清醒，点点滴滴，不再拥有回忆。如果没有今天的你，我送你，因为有你创作一个记忆，也证明我是太阳奇迹。耳机再近，我们是 T T T H。等一下，那个记得拿手机、录音机、平板，去录老人家母语，懂不懂？部落到处都是哈。会不会想把泰雅语学好？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嗯，还好，我是还好。为什么没有很想？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有一次我背的时候十倍都没办法背起来。你常跟雅基有但是聊天就好了。听不懂。就去录下来，一点一点学嘛。好，那个太阳怎么讲会不会？瓦基。很热。一路。很冷。热度。哦、水。Water。我的妈呀！阁下吗 ？Water。水怎么讲 ？Water 叫做 you。You 啊。乱念啊、哦。对啊 ，you 啊。好，下雨。没了。叫做下 you。没了。叫下水。没了。那个山怎么讲？叫做山怎么讲？山就是那个。五度三印度岸，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啊，三六啊，三六，三季，晚点不要造字哈。不知道，好，不知道跳过。不知道。那个漂亮怎么讲？不知道。很香。香？啊，好吃。我好吃啊，这是啊，不好吃、啊。很臭。手干，手干。哦。啊，什么东西？很大怎么讲？抖棍棍。斗棍哦，斗棍，还有什么讲法？哑巴。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鸡棍。就是吼爸。吼爸。有没有吼爸？阿拉吼爸，阿拉吼爸，我爱的你。呜。亲我一下嘛。你再做一次那个吼爸动作，预备起。刚刚那个。你要加讲话啊。阿拉斗棍，阿拉吼爸，阿拉有什么错？呜。你可以先当演员啊，那个很小怎么讲？几贵？几贵呀？不是几薄吗？那是另外一种。哦，几贵跟几薄啊？哦。另外一种吧。那很胖怎么讲？都贵都贵。哎哎，我带来都贵都贵。那如果很瘦呢？没。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浪诶。马烧浪诶。嗯。关机。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浪诶。马烧浪诶。就这样。我念那个有名声。哦，我念那个有名声。没记，没记，没记。很长，怎么讲？啊，很长，就这样讲，没有啦。很短的不会，很长跟很短。很长跟短不少。好，那个很硬跟很软。很硬
给阿拉给肚给肚硬，然后软软软是软是。你们怎么会讲很硬？不知道，就听人在讲。软是什么？哦、什么硬什么带？硬没带。好，那那个睡觉。麻痹。啊？麻痹啊。阿碧还是麻痹？麻痹。哦，要看镜头。那个，洗澡。没嘛。嗯。麻是没嘛，麻是吃饭。没嘛。哦，对对对。跑步。跑步跟走路。那，那是跑步。跑步。走路怎么样？走路，帅哥。走路不会跌倒。打跪。我讲阿美族的啊，斗笠才知道。你是混一半阿美吗？不会，不会他强。好，那个。我嘛不认。很痛怎么讲？阿美族。明白了。明天是什么日子？礼拜六。礼拜日啊。礼拜六。等一下，哦，你把抱着哦。那个，我等一下，跟爸爸学五个单字哈，哦。你教他五个，自己教。你要讲国语加母语。你教他五个。要。啊！我怕。小哥，没有礼貌。我啊。好，那我来问好了，很冷怎么讲？你教他。来电了。你教他。第六。大声一点，再一次。嗯。好，那个吃饭怎么讲？马尼拿贝。马尼。拿贝。拿贝。拿贝。很辣。再五个。好，那个，洗澡。美嘛。美嘛。好。那个我想吃饭，能轮子吗你？来讲一遍。再一次。他。你。很辣。再一次。马尼。能轮子吗你拿布？那个妈妈很漂亮，你教她讲一下。嗯。你要照着爸爸念哦。我知道了。美美，你是超级棒。你主要讲，我不会讲。你讲说你讲，哦，你说盖亚族。对。嗯，你讲，怎么讲？阿盖吗？对，阿拉啊啊！什么？阿盖，哎呀，很痛。阿盖。王连再一次很痛，预备起。所以你刚刚那个动作，预备起。要加表情，黄点点好笑耶，抽搐了，神经抽搐。那个人很爽，怎么讲？中一亿，很高兴，很爽，怎么讲？很高兴，怎么讲 ？Happy。没有，好 happy 那是英文。没有照顾。那今天我们在树下面很凉哦，很舒服，怎么讲？那我先问一下老人家，你去问这个舒服怎么讲啊？舒服跟很爽，问一下。还舒服，舒服呢？可以待会再认识一下。来，那个，黑色。黑色什么？黑色。我不会颜色。不会，我没有照过颜色。红色、黄绿蓝靛紫都不会。不会吗？白色。不会，几拜。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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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拜？叫几拜啊？后面不是一个白吗？几拜啊？哦，白色叫几拜哈？往一点看镜头，再讲一下。
太阳花白是怎么讲？白。哦。血怎么讲？血。拉什么？拉。拉木啊。拉。拉，你真拉。家怎么讲？啊，沙利。沙利。沙利哈，来，眼睛，你容易。容易。鼻子。嘴巴。Was。牙齿。大包盆。乳牙。舌头。舌头，我用舌头就让你高潮。耳朵。爸爸，对了，爸爸。头。头。头发。脑袋啊。转这边看镜头，头，头发。眉毛，不知道。胡子，我给你手一圈，等我一下。好，你等下麻烦回来。给我。等一下，我还没问完来。那毛怎么讲？八像是动物，快把脚背都举高。那些 bats 在不让路脱贫，像在做体操。他说不可喝的菜下，就怕朋友明天小。他说他个秃噜可撑不住，假装没听到。小姐，我不来谈恋爱的，我懒得听你废话。喝酒要是开心的，不是比赛，不问我会不会怕。忘了自己的身份，别在意旁边的陌生人。兄弟们谈真 ，face down motherfucker， 你得觉得 tricking looking is so big big， 我直接先走捷径，不抱求你的。不晒了天气，虚脱晚点决定。希望不是 back tree， 我今晚还想回去。get 到了都到的 ，the what the fuck's money？ 毛怎么讲毛？这个脚上那个毛，你现在在长胡子，那个嘴巴上的毛怎么样？没有教过。手。脚。大概。啊，屁股。屁屁。啊，屁屁和屁屁哈。那个流汗、流眼泪、口水怎么讲？小便跟大便。斗鸡德牧，啊，德牧是尿尿。嗯。斗鸡是大便。斗鸡是大便。对。哦，哦，那个石头。九头。忘记木头。那个。鱼怎么讲？鱼会不会？就换了，换了，怎么换了？就是换了，鱼是 fish， 要去，要去，要去换了。螃蟹。螃蟹我不会。虾子。我要点虾子是什么？不知道。河会不会讲河？看镜头，看镜头。河。不会就说不会就跳过。不会。那个地瓜。瓜条。我先知道。地瓜、木瓜会不会？花生。玉米。不会。我待会再问那个什么，我没有问到，你会的介绍一下哦。对，动物啊，那个猪。看镜头，看镜头，猪怎么讲？狗。一样。啊，狗。可以。看镜头，牛。嘎什么？嘎进。哦，那个猴。给我们吃，让我们不会天天饿肚子。我是足球队，每天爬房子，爱学猴子叫，每天被人笑。大家好，我是这个老人，每天爱念章，每天都爱玩，每天被骂，每天被笑。自然，猴子无赖，蛇。哎，等一下，蛇，等一下，什么？等一下，哦，你蛇是什么？蛇，对啊，还得是动物，看屁。蚯蚓会不会？不会。哦，那个不会跳过熊。熊不会。老鹰。不会。鸟。啊 ，bird。
英文哈，蛋会不会讲 ？egg 是念把硬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好，那个一二三四五啊，我豆沙印度干巴亚麻干迪乌皮杜斯棒梅，没事。好，那个三刀会不会讲？姥姥。纹面。纹面会不会讲？不知道。纹面。怎么讲英文？一轮怎么讲了？那个纹面会不会？县长屠呦草。织布会不会？那个晚点小鸟怎么讲？阿啾。bird。啊对，小鸟叫做。乌鸦会不会？叫做乌鸦。乌鸦是那个啦，叫什么来着？我知道。你叫陈浩哦、喔，他叫陈浩啊。每天吸毒的人说话啊，你们吸毒了？你有告诉你吗？这话要听我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听我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那个，起床怎么讲？独立了。来，请。独立了。好，我问你的时候你在讲哈，那个。你要去哪里？怎么讲？木沙斯伊努。来，怎么讲？木沙斯伊努。你吃过了没有？哪里输啦？来。哪里输啦？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木沙斯滚乱啦。木沙斯水滚啦。大声一点，再一次。再一次。是我。然后那句话再讲一次。魔术的乱了。魔术的乱了。好。你要多少钱？比萨比拉数。来。比拉数。比萨比拉数。比萨比拉数。好。多穿一点衣服。哟。Lucas, Pio, Lucas. 你洗澡了吗？奶妈输了。奶妈输了。你吃过早餐了吗？奶奶输沙沙了。奶奶输沙沙了。